现在有一个重要的讯息要带给你们。在这里，场内禁止饮食，要进场离场，请不要在表演期间移动。若表演途中你感到裤裆燥热难耐，请往舞台两侧移动。唯有当我们现身时，才能暂时离开。表演中请保持安静，小声交谈，勿将物品举高过于头部，影响他人。现在请遵守指示，以免发生不测。接下来表演即将开始，请跟好我们的脚步。松山热舞三十届独立成发后面正式开始。对吧，莎拉？请你放过我，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啊！你不必害怕，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，一切都会顺利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你是谁，我知道你的一切，而如今你被我囚禁在这里，即将对我产生依赖的心理。依赖你？没可能吧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，莎拉。什么？不可能啊，你是坏人。也许吧，但是当你开始理解我，甚至同情我时，你就已经成了我的人质，就像这些观众现在愿意留在这里看我们一样。这里是哪里啊？跟你说个故事吧。什么故事？从前有一间精神病院，一楼的病患总是会说没有，二楼的病患总是摇头，三楼的病患最严重，听到什么都只会回答哈。你有听过这故事吗，莎拉？啊？三楼的。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所以这里到底是哪里啊？如你所见，这是一间精神病院。你就试试看能不能逃出去吧，前面等着你的东西或许超乎你的想象。至于最精彩的开头，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开场大合舞。Yeah.